现在嘛，我跟你说，过年没有一点年味的嘛，不像过去来我亲戚吧，初一嘛不走动，初二嘛开始走动了，今天嘛到这个家去，明天嘛到那个家去，现在这一套好像越来越没有，没年味。像过去的话，这个今天这里初一是上海人不串门的，初二开始串门了，就是串门了呢，就是。今天这家，明天这家，后天这家，过两天他们到我家，就这样。兄弟姐妹又是多么，又是来往走动的多。现在这个不走动，基本上不走动。过去我们家里自己烧着吃，现在特别方便，花店。嗯。来个一桌，啊，人多的话来两桌，一起聚一下，就这样聚一下。现在没有了，这个情况没有，少得多了，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少了。一个老了也可能。还有一个嘛，就是好像这个年味越来越差劲了，什么都没有。过年不过年无所谓，实际上过年不过年，现在没这个气氛，没这个气氛一点都没有。现在什么都买得到，你想吃这样有钱，什么都吃得到，什么都吃得到。